飞鸟跨越大陆，完成迁徙。飞鱼也被天空吸引，跃出水面。它们相遇在江西鄱阳湖，为冬季带来了全新的故事。连日的好天气让湖面充满了生机。红嘴鸥在湖面上方寻觅着，轮番尝试捕食小鱼。不过这还只是热身，大餐要等到一位捕食搭档的到来。盘旋等待许久，终于水面泛起波纹，鸥鸟点水相迎。眼前这鸥豚同框的场景，连老渔民都未曾想象过。长江江豚通常三五成群，在长江与湖泊间来回迁移，但过去人类对长江资源的过度索取，让它们的数量持续减少，陷入濒危。直到长江十年禁渔开启，渔船被搁置，只属于他们的世界回来了。江豚一个甩尾围捕，小鱼无处可逃。这也是鸥鸟看中的，它们或许能从中分得一杯羹。不过有了湖面的天然掩体，江豚的行踪琢磨不定，唯有等它们出水换气时才能定位。偌大的湖面之上，鸥鸟必须绝对专注。好在江豚并不擅长潜水，常常间隔不到十秒就需要出水呼吸一次，只要稍有迹象，鸥鸟就会出现在上空，绝不遗漏任何一次机会。江豚难掩兴奋，搅动湖面，鸥鸟也不断俯冲，尝试抢食。冬季的静谧被它们打破。与长江相连，鄱阳湖是江豚的一处重要栖息地。鱼类资源的恢复，让它们的出生率不断提高。随着一轮觅食结束，红嘴鸥落于湖面，江豚也在浮沉间调整休憩。当长江有了喘息，未来鱼跃鸟飞的场景必将更多出现。